罗斯世界杯的冠军争夺战将在今晚23点打响。克罗地亚到法国，本届世界杯两队都表现惊艳，直到闯进决赛，他们都一场未败。法国队小组赛颗粒集群，毫无悬念的出现，多少让外界一片质疑，没有信服力。淘汰赛首战卫冕亚军阿根廷才是真正的考验。好在法国4-3胜出，法国队前锋线表现完美，虽然丢掉3个球，但是他们面对的是梅西领军的世界最强的攻击手阿根廷队。此战法国队打出了气势，展现了球队的实力。整场比赛法国队荡气回肠，初露出冠军风采。8强赛他们2-0战胜了缺兵少将的美洲劲旅乌拉圭队，虽然有点不真实，但是至少前锋线的进球保证了法国队前进的希望。半决赛对阵欧洲红魔比利时，那才是检验法国队成色真伪的时候。比利时现在处于鼎盛时期，拥有一大批球星，他们的实力绝对雄厚。在刚刚结束的比赛里，比利时战胜了5星球队巴西，让世界一片意外和赞叹。结果法国队在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中笑到了最后，挺进决赛。克罗地亚本届世界杯并没有被外界看好，小组赛他们强势出现，一球未丢，多少让人眼前一亮。3-0大胜阿根廷的确让人意外。就在人们怀疑的时候，淘汰赛首战克罗地亚在一球落后的情况下2-2顽强的追平丹麦，点球大战他们淘汰了对手。8强赛面对东道主俄罗斯，他们一波3-2，而再次战平对手，点球大战他们有惊无险的再次闯关成功。克罗地亚队展现了超强的毅力，半决赛他们面对欧洲劲旅英格兰，此次克罗地亚经历了2场加时赛，他们的体能透支达到极限，所有的人们都认为克罗地亚这次必将出局。然而开场确实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几分钟英格兰便取得领先，但是最后谁都没有想到克罗地亚会再次奇迹般的追平比分。加时赛他们上演绝杀逆转，也昂首挺进决赛会师法国。克罗地亚的表现不能用正常表现来评价，他们有着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斗志。现在唯一的不利因素就是克罗地亚经历了3场加时赛，不知道他们的体力还能不能抗衡法国队。不过一场比赛未踢的克罗地亚国家队主力球员卡利尼奇现在离开了国家队，如果有这员大将在克罗地亚队，将会多一个武器。